太极拳精练26式。陈氏太极拳精练26式是陈兆森老师在总结近40年研习太极拳心得的基础上整编而成。该套拳集传统老架一二路和陈兆森老师祖传之精华于一体，具有动作精炼、含义深薄、刚柔相济、快慢相间、松活弹抖、整体性强的特点。整个套路除金刚倒堆外没有重复动作，为适应年龄较大者，该套拳中的大发劲和跳跃动作都编排了2种练法，因此男女老幼皆宜。